加水加热，那这样的话，对于环保这个推动上，会更有一个前瞻。顺便跟各位来做个报告。刚才我们的杨处长也特别是以这个绿带停车，还有这个人行的空间为主的整个全区的一个。 做有效的整合，希望我们能够创造这个一个城市型的一个口袋公园。那么我们目前竹南投分运动公园里面的品质还有机能都能够连接水圳的绿廊道，然后增加人行空间来带动市民能够多运动，以徒步。 来代替交通工具，来创造乐活城市的一个休闲。